200公斤的肥仔都不一定有肚腩的嘛。啲人话咧，咩咩咩系战斗肚喎、啊，200公斤唔系肥仔好难有画面。每一次牙冰都可以令到我笑出嚟嘅，一只好靓嘅橙色猫，橙色猫就系因为我闹佢一句，佢又缩沙啦，佢又缩，佢又唉。咩话？我唔知嘅。回应斯德系减唔到肚腩。首先，聊天室有边个有肚腩嘅？聊天室有冇人有肚腩？我相信呢度后生仔比较多，其实应该冇。有，粒咪有肚腩？伊迪流啊，啤酒肚，200公斤嘅肥仔，诶，200公斤嘅肥仔都唔一定可以有，唔一定有肚腩噶嘛。哦 ，Peach 有啊。虽然佢好瘦，但系佢个肚系突咗个，佢啲人话咧咩咩咩系战斗肚、啊，好似话我哋不如 search 下战斗肚系咩料，问下牙兵先。牙兵，听讲猫有样嘢叫战斗肚，咩料？哦，系啊 ，Patreon up 咗张 Peach 嘅大肚腩相。200公斤不是肥仔好难有画面，可能他是好包好包，他是 Dwayne the Rock John Dwayne the Rock Johnson Dwayne the Rock Johnson 好像是 Johnson。 你好，谢士兵，战斗肚是一种猫的特征啊，真的有的，他不是肥的，叫做原齿狼或者猫肚皮，是一块松弛皮肤挂在猫的肚部，可以帮助猫咪跑得快和保护你的内脏。我想问有肚腩怎样跟跑得快有关？咁多位200磅的大肥仔，相信你们可以去参加100米短跑。啊、有个肚腩原来可以帮助他们跑得快。战斗肚不是因为猫太肥或者老化产生，是一种天然的适应。你有猫吗？他有没有战斗肚呢？我有一只猫，他有战斗肚。每一次牙冰都可以令到我笑出嚟嘅，无啦啦撩鸠我讲嘢喎，牙冰。哦，你嘅猫一定好可爱，佢叫咩名啊？佢系咩品种啊？你 search 下咯。佢网名叫 Jimpy dot Peach。我 search 到啦，你嘅猫系 Peach， 一只好靓嘅橙色猫。你已经啱咗条 link 噶咯，嗰条 link 已经啱噶咯。橙色猫，佢好似好有个性，又好似好黐人，哦坚喎。牙兵，你对眼系咪色盲？你都揾啱。IG 竟然讲得出佢橙色，有点东西做咩啊 ？Oh my god！ 就系因为我闹佢一句，佢又缩沙啦，佢又缩，佢又唉。牙兵，俾多次机会 ，search 下我只猫 Jimpy dot Peach， 睇下佢系咩色嘅，俾多次机会佢。根据网上资料啊。是一隻叫 Peach 的猫，它是香港 YouTuber Jimpy Jimpy 的宠物，它是一隻骨色的美国卷耳猫。咩话？我不知道的 Peach， 咩事啊？咪住先。我只猫未过身、啊，我要求你道歉。咩事啊？无啦啦话我只猫死咗，你唔好话唔肯讲嘢，要我下一个啊？应我，你跟乜嘢？你跟讲嘢都挥下挥下咁。哦，我很抱歉，是但疏沟儿咁样佢、啊。想问你可唔可以话我知点解？你觉得 Peach 已经过身，想
知，我以为出生日期是过世日期。夏冰不是很精灵，老实。夏冰不是很精灵，误传死讯，好惨啊！真的好惨啊！我以为后生的时候的 Peach 嚟嘅，呢个系。已经是战斗好 Peach 了，他大个了懂得战斗。好了，牙冰坏了，咁多位。我哋我哋遥远到啊个话题走到，我本身只是按咗呢一个 post 度回应 set up 系减唔到肚腩，讲下讲下讲到 Peach 过世，癫到。